一步，将仪器放置在坚固平整的实验台上。第二步，插上电源线并连接电源。第三步，检查并安装滑针，抬起滑针支架臂并锁好平衡杆线位梢，用30倍的放大镜仔细观察滑针的针头，因为光滑半球状，无明显磨伤且无污物，否则应该更换新的滑针。将锁紧螺母套入滑针的上方，并将符合要求的滑针装入对应的位置，然后锁紧螺母。第四步，装上砝码固定杆。第五步，调节支架臂平衡，松开平衡线位梢，放下支架臂。松开平衡重锤后方螺丝，左右移动重锤，直至平衡杆达到平衡状态，然后锁紧螺丝。抬起滑针支架臂，并锁好平衡杆线位梢。第六步，安装饰板，根据饰板的长度，松开工作台右侧2个或4个固定螺栓。将饰板涂层朝上放置在工作平台上，饰板左端顶紧工作台左边缘，右端通过调节饰板线位块的位置固定，然后放下支架臂。第七步，调整滑针与饰板的距离，松开滑针上方螺丝，旋转滑针，直至滑针针尖能刚好接触到饰板表面，然后锁紧螺丝。第八步，调整停杆滑轮，使滑轮与饰板的距离为2毫米到3毫米。第九步，在砝码支架杆上安装试验所需要的负载砝码。第一步，打开电源开关，抬起滑针支臂，并按下复位键。第二步，按下运行键开始试验，滑针在涂层上进行划痕。试验期间观察用来判断涂层被破坏的指示灯是否点亮。试验结束后，抬起滑针支臂，按下复位键，滑针回到初始位置。第三步，若需要在同一饰板上不同位置再次进行划痕实验，松开工作台左端定位螺丝，即可前后移动工作台，直至滑针正对样板新测试区域，然后放下滑针支架臂，再次进行划痕试验。注意，划痕之间的距离至少5毫米，并且划痕距离饰板边缘至少10毫米。第四步，如需测定滑透涂层的最小负荷，则逐渐增加负荷，直到涂层被滑透为止。仪器操作完毕。